刚才第一道题回答对了是吧？第二道题啊，行，第二道题如果他们能答对，抢答题，无论谁能答对，啊，咱就给他那个丰厚礼品，咱们丰厚礼品啊，你们都过来，那个小妹妹都过来，老鼠、仓鼠。啊，你把你仓鼠拿过来。你可以讲话，你认识字不？不认识。不认识。你刚讲题我都不会。来，第二道题啊，行，你们都坐在后面，都露个镜，坐后面，别离这么近，离这么近的话电脑有辐射。啊，别动。第二道题啊，第二道题我想一下，出个智力的还是文言文啊？智力的，我不想住那里。嗯，我只行。想在那里，我就不想住那里。第二道题啊，那个是，我想一下，这都小朋友啊，我那个出那个吧，出文言文，六年级才学文言文呀？啥？六年级才学文言文？你现在没学过？我现在只学了一篇，我没学过，我也没学过，没学过我哦，只学过数学语文，只学数学语文。那这样我说说古诗吧，古诗你们都能听懂吗？不能听懂，我好像我手上没有那个古诗。第二道题啊，我你们没学过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我没学过古诗啊，我没见过，我没看过。对对吗？他说对吗？不对，看了，你说错了。你有说对的呀？不对，那这就分两天了。还有一次啊，还有一次啊，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啊！啊，我说一个。什么球不能踢？足球。不对。不是，让我想一下。啊，想一下，什么球不能踢？如果不对，如果他们能答对，就会得到咱们丰厚奖品。能否改一下？我问你一题吧。啊？我问你一题。这个那个答案是，答案是地球不能踢。啊。我没见过地球，不对。他要考咱一题，咱要接吗？要不要？这个小美女要考咱一题，咱要不要接受挑战？因为现在15亿人在看着，如果要是接不上来，咱就丢人了。那我们现在要题，过来说接。要接。行，那能把小安徽关注点一点吗？把关注点一点啊，有没点的点一下。啊，现在人多，把关注。往上点一下，不点咱就不接了，把人气再往低点，不点咱就去逮鱼，啊，把关注啊往上点点，那个还差14个人，爸从小啊都会逮鱼，姐，你爸从小都会逮鱼，啊，没有，哦。